手机太卡怎么办？ Google 一下刷个系统搞 root， 打死也不可能换新手机，完了。瞎聊。
花钱买手机是要享受功能和时代下的便利，消费者花了钱理应享受最基本的服务和保障，而不是费时耗力绞尽脑汁想办法怎么让它不变卡。说个客观事实，根据谷歌大数据，对于安卓手机，美国用户的手机平均更换周期为 3.7 年，在欧洲则是4年，而这个数字来到了中国大陆却是 2.6 年。高端机无法普及到底层用户，大部分人都在用中端机，甚至有些偏远的县城地区还是低端机。有的农村用户可能辛苦到头，一个月来还赚不到一部手机钱。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乐趣，这句话是厂商自己说的，也是他们本应该做到的。但资本集团为了利益，很少关注底层用户的体验和反馈。反馈这个词在英语中是 feedback， 把它拆开 ，feed 是喂养 ，back 是返回。遗憾的是，当用户真正发自内心像妈妈为孩子一样把宝贵意见提给厂商时，厂商却只关心自己有没有吃饱，而把用户的肺腑之言抛之脑后。说好听是特殊的市场环境，说不好听是资本的力量。每次发布会都用很俗且重复的话术去吹嘘 CPU 的核心架构和摄像算法等特点。为计算机科研人员，我承认参数固然重要，但事实上只有少数用户能真正听懂那些关键名词。普通消费者真正关心的依然是最直接的体验，那就是卡还是不卡，流畅还是不流畅，价格是否可以接受，仅此而已。手机是用的而不是吹的。中国大陆的软件生态是畸形的，这句话绝不是空口无凭。老版本应用找不到，挂着羊皮卖狗肉，定制版应用真假难辨，病毒和广告 APP 漫山遍野， Google 商店无法打开，Root 权限严防死守，工信部开了那么多会有没有用？有，但完善空间还很大。这些就像一个球字，更像挡在未来科技之路上的一座大山。而这也就是狮子谷作者开发后的初心，也是我们这个账号最初创建的目的，让更多的人摆脱这个困境，尽可能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去讲述科技相关的知识，教大家如何把手机电脑变得更好用、更有趣、更实用，真正让每一个人了解科技、探索科技、享受科技。这里是青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